你先听我说完。而是我流落边塞，只有你平等待我。分别后，你我书信来往。对于独在边境的我来说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。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便下定了决心。玉，其实我一直喜欢你，周文远。我突然觉得，我好像这些不是说给你的。 反倒像是说给我自己。我知道，其实我心里清楚，你和燕云芝，你们两情相悦。只不过，我喜欢你，是我自己的事。 再好的猎手，若是没有猎物的话，也会什么都打不到。而且我们已经长大了，这把20的弓虽然再好，也不适合现在的我了。那，还你。 周文远，我再与你说一次。 我丧妻心里只有燕云芝一人，你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这样，我们才有机会继续做朋友。走了，就。若不是顾及27分，你我也不至于如此。 周文远出去的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不该知道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们出去了这么久，我应不应该知道你们说了些什么？必须得说。我还不想知道。<笑>你还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我很严肃。哦。 生气吗？这样不成，可以吗？还在生气？不是吧？我不生气了。未来我们成婚了，你想在哪办典礼？成婚？你怎么这么快就说成婚？但成婚之前不应该是提亲吗？是。按照顺序来说是应该先提亲，但是提亲的话都是家中长辈来主导，上门拜访我没有插不了手，典礼就不一样了。 典礼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自己做主。这一生只有一次的事情，我要让你一辈子都铭记。就在国子监吧。国子监是我们相识相交的地方，对雨兄来说也意义重大。好，就在国子监。不过，我还想会边塞办一套婚礼宴。好，听你的。
那未来我们的孩子叫什么呢？你来说叫什么？干嘛突然说这个？全家笑，不素一摇摇，经过日落的城郊，你裙纱飘飘，我忍不住来瞧。云过风袅袅，雨落一声笑，倘若天意会变老，你我一定延续微妙的奇妙，细说红尘渺。哥哥，我要跟你说一件大事儿。他竟然跟我说，他要娶我了。然后，我也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周全跟体贴。他知道郭子健对我意义非凡，他竟然主动提说想在郭子健里完婚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想回边塞办一场回门宴，他毫不犹豫立刻就答应了。他还说有一个孩子可以跟我姓，另外一个孩子可以跟他姓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两个孩子。不对，他说不止两个孩子，是说可以有很多孩子。笑死了。两个孩子，要是四个孩子，就是两个孩子跟他姓，两个孩子跟我姓。丧家有女初长成，我丧薇始终逃不过这一劫。哎呀。